天赶海遇到了一条搁浅的安康鱼。记得我爷爷曾经说过啊，这鱼是海洋里面的吉祥物。看到安康鱼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福多寿。老铁们，这个双击你会给我吗？来吧兄弟们，手里面拿这个细长细长跟凉粉一样的啊，这个是海蜇的触须啊。今天我拿了一根研究了一下，我的妈的，这还咋还穿了一件隐形的内衣啊。啊，今天老铁如果手机有电的啊，不卡屏的给个双击吧，下午6点左右刚开直播了。来吧兄弟们，这条鱼叫做马鞭鱼，除了它的嘴巴长，其他也没有什么特点。它吃饭是不是很费力气呢？有的朋友进来看到这样的鱼第一次见，那立马就给你点亮一颗小红心，然后加一个关注了啊。你的家乡没有海没有关系，加上我的一个小关注，我每天带你们赶海直播，给红心加关注，一会直播。兄弟们啊，很多人跟我说墨鱼有墨，那这个八爪鱼里面有墨没？我今天带来这么大一个八爪鱼，没想到它头里面的墨，嘿嘿嘿，真的够我上完9年义务教育的属实多。如果你第一次见到这么的八爪鱼，并且见到这么多的墨的话，留下你的双击，喜欢我还加我关注，看我。有的老铁私信我说，想要看一下这个红色的踏板鱼，我左思右想，这个活我也得接呀，嘿嘿嘿，这不在家里把我老婆的口红给偷来了。你别说，磨得挺像样啊，天天问你们要双击，你们也挺烦的。咱这个作品就不要了，我怕上热门被我老婆发现会被揍。喜欢的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。